生玩游戏让人不可思议。坐下来，哎，不要动，哎，不要乱动。哇，你这个点哪能玩多久？你可能玩多久？而且大家看你玩啊，真的会替你感动，因为太好笑了啊。我叫五年级当初来挑战看看。每周日晚上8点，请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。